你答应过我，60岁以后跟我一块儿哭。我跟你商量一下，能不能提前点儿？我不想我妈好吗？那你干嘛干涉他们俩的事儿啊？我没办法接受别的男人去我家。就是因为有桑延，我才一直活着。我也苦，我也累，我也是个女人。我就不想找一个好男人的肩膀，好好的靠一靠吗？南明镜也是的，他不用参加高考了，你得参加高考。他是来骚扰你。他没骚扰我。你给我瞪眼睛是吧？你就是把眼珠子瞪出来，我也是你妈，我也得管着你。阿姨，我刚刚看到南明杰跟桑延进房间了。你要用这支笔考上大学，这支笔会让你永远记得我的。阿姨，妈，那个南明杰给我送点吃的，还有这管笔，挺好用的。冰姐，我们家桑延要高考了，你爸没把我的话转达给你啊？阿姨，您跟我爸说什么了？让你少腻着我们家桑延。妈，阿姨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时候老腻着他了？你什么时候腻着他了？啊？你还敢说这话？我们家桑延在家的时候，你天天往我们家跑。我好不容易给他找个安静的地儿，你倒好，你还追到这儿来了，你算怎么回事啊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干什么呀？那么大姑娘，你没羞没臊吧你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呀？阿姨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？我们什么都没做。明杰，站！妈，你疯了！你说谁疯了？我说你疯了！你说我疯了？我从小到大把你养这么大，你这孩子，你倒好，我拼了老命了要送你上大学。我让你到这儿来干嘛来了？我让你到这儿来复习功课、考大学。你倒好，你往这儿招姑娘是吧？啊，有出息吗你？妈，南明姐不像你想象中那样，她不是那样的女孩。那她什么样？那她什么样？我明明看见你还跟我撒谎，你有点出息没有？你有点出息没有啊？又来了，我不跟你吵，我不跟你吵了，行了吧？我不跟你吵了。你不跟我吵就行了，啊？看出来了，我养你这么大，我真的算白养了。我有劲吗？我活着我有劲吗？我啊，你为了一个小丫头你就敢说你妈，说你妈是个疯子。好，我不活了，我今天死给你看。妈，妈，你干什么？妈，妈，你别拦着我，我从这跳下去，我下半辈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呀？我，妈，别拦着我，别拦我，妈。怎么了，妈？别吓我！妈，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，妈？妈，怎么样？没事了，大夫说就是过于激动，打完镇静剂好多了。你说我妈怎么那么大脾气啊？桑延，你妈就是太要强了，她脾气大。你姥姥说得好，谁也治不了她。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，只有你，你就是她的命，她的命根子呀。你要是再辜负了她，我敢肯定，她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。儿子，妈吓着你了吧？你以后别这样了，你会把我吓死。妈把你吓死了。
是你爸妈快气死了。这你呀，还有几天就高考了。你说你这现在是人生最关键的时候，妈早就跟你说过，最关键的时候一步走错，那就步步就错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妈这辈子最大的愿望，就是盼望你能考上大学。 能成一个真正的有文化、有出息的人。那个南冰姐真的是在毁你的前程。哎妈，你看你又来了。南冰姐不像你想象中那样。那她什么样啊？那她到底什么样？你告诉我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打个赌。赌什么？ 我赌你现在这样根本就考不上大学，你要考不上大学，我转脸就嫁南大炮。不是，这什么逻辑啊？这是？怎么了？你答不答应啊？那个小兔崽子怎么一提南冰姐就这样啊？你这辈子没什么出息了，你！哎呦妈，考得上考不上大学那是我的事儿，跟南冰姐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？怎么没关系啊？哎呀，桑爷，你又惹你妈生气了。 你看看他，一提南冰姐他就这样。我告诉你，你爱考得上考不？裴淑玲，她真是这么说的？她说我老逆着桑爷。 还说我这么大姑娘没羞没臊，爸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找他评理去，谁不知道我闺女病情愈结，她比谁不轻重，她比谁不知道。爸，我不想让你去，我不想让你们吵。所以爸常跟你说，这人要有文化，是不是？那裴淑玲就没有啊？ 张嘴小说这么说什么？什么难听说什么？那嘴张嘴跟刀子似的，哪能说话那么的？其实那人心眼不坏，你得跟他处长了。就跟他刚来的时候，爸，你说来说去怎么还是向着他？你没向着他呀？你向着他了，你还说你没向着他？咋了？ 你吃不吃啊？甭管我，我活着干嘛呀？我还不如死了得了。你有完没完呢？能说点别的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甭管我，你自己个好好活着吧。 没事，我估摸这只小兔崽子能回来，我得吓唬吓唬他。你可别，妈，妈，妈，你干什么？妈，妈，你下来，妈，放开我！不行，放开我！不行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答应你，我跟南冰姐分。 我跟他分吗？我答应你，我跟他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说真的，妈，这赌咱俩打定了，只要我考上重点大学，你就不许嫁人，你永远不许嫁人。好，儿子，妈跟你打这个赌，只要你考上重点大学，妈就永远都不嫁人。
停下，别再往前走了。以后我们就保持这样的距离，这样你妈就满意了。我替我妈向你道歉，她是做的有点过分。何止是有点过分，她没文化没教养，简直就是一个……南明杰，我不许你这样说我妈。我就说了，怎么了？你这笔你拿回去，我用不起。这就是你今天找我要对我说的话吗？以后你别来找我了，我要全力复习高考，我必须要考上重点大学，否则我心里对不起我妈。你说完了吗？南明姐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妈就等我这一哆嗦呢，我不能让她失望。桑爷，你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，你还活在你妈妈的翅膀下。随便你怎么说吧，对不起。桑爷，你会为今天的事情后悔的，后悔一辈子。冰姐，爸，我不是在跳舞吗？我怎么了？你同学把你送回家里了，说你晕在场子里了。爸刚给你量完体温，你知道多少度吗？39.8。我没事儿。我现在是明白了，你是有火呀，窝在心里头了，天天跟爸这装的跟没事人似的，这一跳反而都发泄出来了。我闺女可怜呢，都怪我，都怪我呀！是不是因为桑爷呀？桑爷不理你了？啊，行了，不说这些，爸带你去医院打点滴。出去一趟哈。
桑衍，桑衍，你给我出来！桑衍，大炮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儿子正学习呢，你小点声行不行啊？我闺女发烧了。不会发烧吗？还问我？你儿子害的？什么？我儿子害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儿子明天可是高考，最后这一哆嗦了，你敢捣乱，你看我怎么治你！你甭管，桑衍。你干什么呀？桑衍，快把你憋死我你！桑衍，闭上嘴！你给我出来！桑衍，桑衍，你给我！怎么？怎么了？妈，没事。你打了几瓶点滴了？这最后一瓶了，快打完了。好。爸，你头怎么了？刚走路不小心，楼上掉一花盆砸的。爸，我以后再也不让你操心了。儿子，千万别紧张啊！别紧张，不紧张。哎，儿子，带准考证了没？你看你这收准考证了。我带了。你给妈看看呀，快点的。这不这儿呢吗？哪儿呢？啊，你没拿啊？拿了。你上去慢慢找。这儿呢。你想吓死我啊！你这孩子。哎呀，好，我进去了。哎，带笔了没有？我带两根呢。两根不够，妈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这还……哎呀妈，我求你了，我本来没那么紧张，让你说的跟上战场似的。这不考大学吗？怎么那么不……你干嘛去？妈给你买笔去。哎，我不用。等着我，等我一会儿。妈，你先。同志，哎哎，那个麻烦您，哪个笔最好使啊？哦，这挺好使的。多少钱一支啊？这1.3一支，这便宜。你给我拿5支啊。好。东爷。导演，阿姨，对不起，考试已经开始了。别拦着我，刚给我儿子买的笔。对不起，任何人不能进入。真的？对。大炮，大炮，你在家吗？在呢，门开着呢。大炮，哎呀，大炮，你还疼吗？啊，大炮，真对不住啊！你看，我，你让我说什么呀？我刚才把桑爷送到考场，我就来看你来了。我真的对不住你和冰姐，对不住你们父女俩啊！行了，别假招子了，走吧，快走。不是你打我一棍子啊！要不然你拿棍子打我一棍子，解解气啊！我下不去那手。要不老话说得好呢，虽毒不过妇人心呐。哎，大炮啊，我给你炖了点汤，我给你拿进来。啊，你等着啊。我给你熬的汤，看啊，
你儿子贺少爷给我拿来的吗？没有，我特地给你熬的。看你这人怎么这样，别生气了啊！当然不小人过错了还不行吗？慢着点儿，我告诉你裴如玲，你跟我怎么耍都行，别看你拍我一板砖，我不生你气，我还理解你。你就是一护犊子不要命的妈，可你今后不许找我们家冰年麻烦，不然我真跟你急啊！ 是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大炮，冰洁这孩子是个好孩子，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我也喜欢他。那不是因为我们家三姨高考吗？记住了，以后不许跟我们家冰洁气手，你要是跟我们家冰洁气手，你打我，你也拍我一板砖，行吧？我没你那么狠。行，快点，趁热，怎么样？够浓的。那是。 哟，你咋还把面没吃呢？先把面吃了。先喝汤，先喝汤。<笑>好好尝尝吧，可香着呢。这汤我从昨天天不亮就熬上了，骨头都炖烂了。我这脑袋什么时候让你开的？昨天夜里，我这辈子只能喝你儿子贺胜爷的汤了。 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，就当没说吧。我想要是有下辈子，下辈子咱俩能在一起。嘿嘿，乐什么呀？行啊你，这一下子给我弄到下辈子去了。我等呗。等下辈子。下辈子别说不认识我啊，你要装不认识我。 拿板砖拍你！成，拍我！拍死你！去！炮叔，那方言啊？哎，考完了。考完了。考怎么样？考的还行，这得等分数下来才行。那南明杰呢？别提他，你们俩以后别见面啊，提都别提。为什么呀，炮叔？为什么不能提？废话，再提他你妈。 炮叔，你这脑子怎么了？不说了啊！冰洁去山区了，去山区了。人家这叫志愿者，去山区当一个月的小学老师献爱心。他什么时候走的呀？就今天。昨天晚上我才知道的。这闺女早就报了名了。给我来个突然袭击，措手不及。昨天晚上我给她收拾行李，我得支持她呀。谁让我从小给她起名叫冰清玉洁呢？ 我看过你演出，几年前。是吗？啊，几年前的事儿你也记得呀？我叫叶晓峰，你呢？南冰洁。怎么样？我们饭店点心好吃吗？嗯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两天下班老有个黑影跟着我。 我走，他也走，我停，他也停。你该不会遇见鬼了吧？讨厌啊！我都这么害怕了，还吓我。哎，桑岩，嗯，你能不能来接我呀？桑岩，我跟你说话呢。什么呀？你能不能来接我呀？哎呦，急什么？又没人跟你抢，来。 行不行啊？哎，真的，那晚上见啊！哎，婷婷，不坐会儿？
真是吃人嘴的男人手短啊。这些都是他给你拿的吧？哎，人家还吃呢。哦，没有，手干净。有事啊？桑岩，你说隔这么多年啊，是也没求过你什么？你们俩刚才说的那些，我都听见了。但是，哥想跟你说。晚上，要不我去接他。你先吃，你先说。吃吧，吃吧。那行，挺好吃的。行不行？哎，你们先走吧，有人来接我。准时的，接你我能不准时吗？怎么是你啊？你见着鬼了？我有那么可怕吗？走吧，走。停。多漂亮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，就是这条河。嗯，水好清凉啊。是啊。哎，哎，婷婷，干嘛去啊？上班啊？你昨天干嘛没来接我？让裴小庆来？因为他身体点心了。我告诉你，桑岩，裴小庆就是比你强，至少他懂得珍惜。是，你是比他有本事。可他心好啊，不像有些人表面一套心里一套。嗯，我完全同意。哎，崔婷婷同志，还有什么指示？要是没有的话，我先走了。我原来觉得你挺像个男人的，原来你啊就是个孩子。崔婷婷，我最讨厌别人这么说我了。那好啊，那从今往后我就给裴小庆送吃的。可怜的点心啦！小朋友们慢一点，他没跟上，小心地滑。慢点，慢点，都跑慢点，慢点，跑慢一点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想宝贝闺女了吧？这走了都半个多月了。一点信儿都没有，那穷山沟里能有电话吗？写封信回来也好啊，就托回来的人捎回一话，说平安到了。我真后悔不该让他去。你这闺女啊，从小娇生惯养，该让她出去吃吃苦。你怎么不送你儿子出去啊？你怎么知道他成天住在招待所，往里边送猪蹄儿、送牛骨髓呀？哎。这人跟人还不一样呢，知道吧？我儿子是人才，像我儿子这种人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做贡献。反正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人平时都挺好，一提你儿子你就特别讨厌，你知道吧？反正你没儿子，就是没儿子，你不就一个姑娘吗？等到你姑娘嫁出去了，哼，哎，俗话说得好啊，嫁出去的姑娘可是泼出去的水啊。她嫁给别人了，变成别人的媳妇了，跟你没关系了。那我不能给她找个上门女婿？我找啊，有本事找啊。大同，浩哥，哎呦，真是你啊！哎呦，真是你啊！哎呦，大同，哎呦，哥们儿，这平台上哪发财去了？好好，哎，来朋友了啊，回家喝酒去了。走，跟我回家喝酒去。走啊，哎，姑娘，走走走，不错不错。一个大同，一个大炮，你哥一大炮筒。
菜真有那么便宜啊？那为什么大家伙不抢呢？那村子离咱们这儿远，100多里地呢，都不归咱们市管辖了。今年他们村菜丰收，没人去。咱们只要雇几辆车，按时按点的往城里一拉，准能大赚一笔。哎，大炮，你的这个朋友到底可不可靠啊？我哥们儿，当初他不顾他爸他妈死要死要活的拦着，一猛子大南方去了，先倒腾太阳镜，发了一笔横财。当别人追着他倒腾太阳镜的时候，他又倒腾牛仔裤去了。有眼光这小子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还有点本事啊？我哥们儿啊，他叫大桶，我叫大炮，小时候大伙都管我们叫炮筒。你就放心吧，这事儿没问题，他不会骗我。大炮，我觉得心里还是不太踏实，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吧。哎，你说，这么便宜的事儿，八成它就不是便宜了。裴如玲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？啊，这事儿听我的。哎，大炮，我这就送定金去，你就甭管了，等着跟我吃香的喝辣的吧。哎，你别压着，帮我拽一下，你这孩子。爸，嗯，你今天跟炮叔聊什么了？南明杰没回来。我又没问这个。我胆儿你要问呢。枣熟了，等着闺女回来吃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哟，闺女回来了，快让爸瞧瞧，瘦了。哎呦，怎么跟猴似的呀？讨厌爸。回来就好，回来爸就高兴，没少吃苦吧？嗯，还行。爸，我想吃你烧的红烧排骨和糖醋鱼，现在就要吃。爸，现在就去给你做。嗯，香莲来了。哎，周阿姨，我给炮叔送点东西。瞧好了，这小子来的是时候。爸，你别告诉他我已经回来了啊。为什么呀？让你别说你就别说。炮叔。哎。香莲来了。哎。我妈让我把这净菜单给您送过来啊，你给我吧。行，是，没什么啊，你给我吧。没什么事吧，桑爷？啊，那个南明杰回来了吗？没回来，没回来呢。啊，
那个什么，炮叔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，走。哎，那我走了，炮叔。哎，好。我闺女考上舞蹈学院了，那今后都是大艺术家呀！上来，给大伙叫一叫。爹，上来，上来。今后你们只能在电视上看我闺女跳舞了。要是真成了艺术家，你们还就看不着了。哎，快点，爹！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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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瞧我爸，是啊，你爸一副小人得志的样，是不是？我爸说的没错，您这嘴啊，跟刀子似的，真厉害。冰姐啊，你能考上舞蹈学院，阿姨特别替你高兴。过去呢，阿姨有好多对不住你的地方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阿姨就是个疯子，这嘴上没有把门的。阿姨，您别这么说，我爸说的对。您呀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是你爸呀把我这肠子肚子全看透了。不过你能有出息，我和你爸都特别特别高兴。对了，桑爷还没有接到通知书吗？哎呀，我也不敢问呐，你说他到现在还没接到通知书呢。阿姨，你可千万别着急啊，学校跟学校不一样，有的发的早，有的发的晚。那他还是早点吧。你说他晚一天，我这心就一直在这儿悬着。万一他要是今年考不上，阿姨，那您可千万别怪我。不是，冰姐，阿姨不是那个意思。他要是考不上，阿姨谁也不怪。阿姨，就怪自己的命不好。他考不上也没事儿哈。阿姨再供他，再供他一年两年。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，还在乎这一两年？我考上了！阿姨，桑爷考上了。上了！你们大家伙看看，看看我儿子考上大学了，我儿子考上重点大学了，我儿子考上大学了，我一个卖菜的，我考中了一个大学生啊，我一个女人，谁说咱卖菜的没文化呀？啊，咱们考中两个大学生。师妹，哎呀，真是好了！三爷他爸，你看见了没有啊？你看见了吗？你儿子考上重点大学，你看看呐，你儿子考上重点大学。咱不哭，这事咱得高兴，对不对？高兴是啊，给咱卖菜的争了光，那么高兴。冰姐，别上，快上上，来，给他们上，来，高兴。好。今天。有那么多人为我们俩考上大学来庆祝，我真的挺感动的。感觉你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来的，和他们格格不入。是啊，我已经习惯了山里的清静，受不了他们那么闹。那你还回去吗？我挺想回去的，虽然那边条件有点艰苦，但是我心里不苦。冰姐，你还恨我吗？